520和那两个 set 离得比较远，这现在不用掉食物了，有一个食品箱带锁的，里边还有好多地方。你把那个 no bug zone 就搭在这儿了。好，开始干吧。开始下水，水已经不那么暖了。大一个 beaver dam， 这工程这么大，湖还不小啊。好鲜艳啊，这是 cardinal flower， 你看粉色的小棒棒花。那是我们的营地520，远远的就能看见我们的 no bug zone， 中军上将。巡游归来，游个泳，晚饭开始。桶华小厨。车要了，看地标。有好大一个。这个木斯脚印很明显嘛。两个蹄儿，说不定就在前面。回到遗址了。昨天是在这儿先登陆 Portage 的终点。你一会儿从这儿沿着这个河走，就不走这个 Portage 了。终于快回来了。天气闷热，回去游泳去吧。游完泳就收拾东西回家了。下午2点，准时撤离营地，所有东西都收拾干净了。准备顺着河滑回去了，要滑不过去还得滑回来，再走 Portage。